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参加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，台湾除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，没有别的国际法地位。我们严正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停止向台独势力提供任何讲台，停止为台独势力张目，为台独势力搭台只会让自己下不来台，与台独一起玩火终将引火烧身。